好，我们有学了两种转法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解决第三层十字群的十字群翻角。我们先看到这个，它这里有两点，它是有十字，这里两点，对面也有两点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我们要放横的，怎么做是横的？这里两点，这里两点，它是这样过去，我们要放横的。我们这一面都没有黄色，我们就做第一种转法 ，R U R prime U R 二 U R prime， 然后就去看，它变成了第一种转法了，不至于。我们再做一次 ，R U R prime U R 二 U R prime， 就完成第三层翻角。我们再做一次，十字两点。对面两点，放横的，做第一种转法 ，R U R prime U R 二 U R prime， 变成了第一种转法。再做一次 ，R U R prime U R 二 U R prime， 它就完成了第三层翻角。